香球，香球的势力在前朝绊住了断楚，两个月，他果真一次都没到冷宫里来。本宫以前做皇贵妃时孤枕独眠，如今被打入冷宫，倒夜夜有枕边人相伴。千岁爷为何事忧心？小娘子为你解忧。倘若奴才不枕贪图娘娘的美色，该如何是好？有的贪才有的换，只要九千岁给了我想要的，您想要什么将一都给奴才。想要娘娘的心，这算什么难事？把你儿子扶持上皇位，未来太后就是你的女婿。奴才总觉着娘娘没有心，奴才原是不想做佞臣的，如今看来是要为娘娘乱一乱这天下。小九，能给的我都给你，给不了的我不想骗你。奴才知道，是奴才贪心了。